心大多出身贫寒，但叶倩文偏偏是个例外。1961年9月30日，叶倩文在台湾出生。4岁时，他随着移民的家人来到加拿大。作为优渥家庭中的独女，父母一直给他十足的宠爱。叶倩文也在这良好的家庭和成长环境之下，养成了自己豁达开朗的好性格。19岁那年，叶倩文因为偶然的机会被星探发掘，参与拍摄味全鲜果汁的广告，于是借此机会，他在台湾正式出道，并且成为了一名歌手。不久之后，他便进军香港歌坛。尽管叶倩文并不会说粤语，但是后来有一个女人好心帮了他一把。不过这个女人却并不会想到，这一好心助人的行为给自己的幸福婚姻生活埋下了不幸地雷。19岁，在台湾刚出道的叶倩文天性乐观，乖巧灵巧，吸引了当时已经大火的费翔。二人时常作伴出去玩耍，一来二去，费翔就成为了叶倩文的初恋。尽管在外人看来，这对金童玉女十分般配，但是费翔的妈妈却十分不喜叶倩文，说她会阻碍费翔的前程。而从小性格骄傲的叶倩文被费翔母亲这么一阻挠，自尊心瞬间爆发，直言道，没关系，不喜欢就不要喜欢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和费翔分手，并将事业转向了香港。但他妈妈很不喜欢我，只要他跟我出去的很不满意。那我想，哇，被一个妈妈不喜欢都很难过的，真的是。但是我也无所谓，那没关系啊，不喜欢就不要喜欢了，我们就因为我也去了别的地方拍戏，他又太红了。进军香港没多久之后，叶倩文就和富二代马永林在一起了。当时马永林是台湾元大集团的家族成员，因其外形帅气，被陈红烈发掘参演了多部电影。但后又因与琼瑶的矛盾得不到解决，负气之下便前往香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作为同从台湾闯荡香港的患难好友，俩人不禁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感。而马永林为了捧红叶倩文，甚至为他量身打造了电影《一根火柴》，这也让他渐渐地闯出了名气。无论是演艺圈还是歌唱圈，他都名声渐起，先是拍摄了徐克的《上海之夜》《刀马旦》等电影，后来又在吴宇森的《喋血双雄》中和饰演杀手的周润发狂飙对手戏，这也让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的提名。不久之后，叶倩文在马永林的介绍之下接触到了华纳，并在1983年与其签约，成为了旗下艺人。而这一签约也让叶倩文认识了正任职华纳高层的吴正源及其丈夫林子祥，这台二女一男的孽缘大剧也由此拉开帷幕。然后就算了一个命，然后就说我可以晚结婚吗？他就说你可以，但是如果你36岁不结，你38岁你就应该是没有的代价了，就是不会有人再要娶你了。那我就很紧张，我想完蛋，那是没人要的时候，我妈会把我骂死了，这怎么样都是要嫁出去。当时的吴正源为了培养叶倩文，安排自己的丈夫林子祥担任叶倩文的语言和音乐老师。林子祥自己也曾经提到过，在他第一次听到叶倩文唱歌的时候，中文歌和英文歌都非常的好听，但是他却一句粤语都不会，所以自己手把手教他说粤语，学唱粤语歌曲。而作为公司高层的吴正源，本意只是为了让二人合唱重逢，并且顺道捧红旗下新人叶倩文，但是岂会想到这个新签艺人在往后成为了自己婚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1990年到1994年，
叶倩文红遍了香港，她的歌屡屡获得了年度最佳、十大金曲等奖项，如《真心真意过一生》《我的爱对你说》《选择》等。这些歌里唱的都是叶倩文直抒胸臆的爱，但爱的对象却是自己的老师林子祥。林子祥在当时是有妇之夫，但他与小自己14岁的学生叶倩文的绯闻在圈子中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段轰动一时的三角恋也在1992年劲歌金曲晚会上迎来了高潮。当晚叶倩文身着着大红艳丽套裙，带着金光闪闪的钻石配饰，还在台上囊获了无数的大奖，可以说是演唱事业的巅峰时刻了。但是叶倩文却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捧着奖杯不顾一切地对台下的林子祥深情表白。同我咁好朋友的林子祥真的好多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没坐在外面，好多谢你啊 Lam， 你一路咁支持我，教我好多嘢，现在又是我的好朋友，虽然人家说我们拍拖，不过不要紧，我都是这么爱你。林子祥仿若是收到了鼓励一般，缓缓地走上台，与叶倩文深情合唱了一首《选择》，这让在场的主持人都手足无措起来。而其中，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这句歌词更是直白到告诉世人，这是一段成真的、义无反顾的恋情。而正是因为这小三上位的爱情，使得叶倩文名气一落千丈，而林子祥也一直到了3年之后才与前妻吴正远离婚，与叶倩文在一起。但是这段恋情并没有受到祝福，而是一度受到了圈内和媒体的攻击，直到二人逐渐地淡出了歌坛，去往加拿大领了结婚证。二人婚后的日子一度不太顺利，当激情褪去，面对的是真正的柴米油盐，而双方的脾气性格也就暴露出来。不过经过了长久的时间磨合，二人也学会了尊重彼此，如今这段婚姻也走过了20多年。叶倩文在鲁豫的节目上曾坦然谈起他们的婚姻，并强调道，如今仍然有爱，但不只是爱情，对方已经成为了他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但他也不会拒绝，如果有一天林子祥变心了。鲁豫问他，如果他变心了你怎么办？遇见能让他开心的，我为他高兴，如果我遇见，他也会为我开心。那如果真的是有一天他见到一个很好的人让他开心，只要他能够笑得出来，只要他能够心跳多几下，为了这个人或者是他开心的话，我会为他开心的。真的？嗯。那如果你要喜欢别人呢？那就不知道，希望他为我开心。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聊的，欢迎在想象。